主料，椰子400克，青木瓜300克，花椒100克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到2小时。青木瓜洗净去皮切小块，椰子去硬壳，再把外面一层黑色的用小刀削去，留下椰肉切小块。高压锅里加水，放入花椒，放入青木瓜，再放入椰肉。高压锅大火上气后，转小火煲40分钟，装碗开喝。椰肉我就不吃了。烹饪技巧，椰汁一起放到锅里煲汤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